不屈不挠。哦，然后这款游戏现在只有在 Epic 上面有上吧，就是 Steam 上面好像没有。然后这是一款免费游戏哦，哎，免费的，好不好？哦，飘零岛。好了，讲一串英文他妈看不懂了。Some say the behemoths rule these islands, but we're going to prove them wrong. We are slayers, and slayers live for the hunt. 看图说故事嘛，好不好？他说这个漂浮岛呢，啊，是充满猎人与魔物之间争斗的岛屿，哦，然后，好了，我要怎么开始？瑞迪。Sassy Hot Boy， 我背上那个是太刀吗？还是大剑？然后我后面屁股那一罐是导虫吗？是太刀，我不知道了。这个到底有没有很像魔物猎人？等一下玩一玩就知道了。哦，然后一拍完转过来，哇塞，有没有？他怎么没有这个反应？哇塞，这个新人啊，现在我是跟不上时代的吗？现在的年轻人这么前卫啊！里面就我最正常了。新的巨兽。The people who pay me to make sure you know your acts from a pole in the ground. 他在模仿他，觉得他很啰嗦这样子。看样子这应该也是四人共斗吧？我旁边那三位就 NPC。看几次笑几次，我的天哪！ Today you prove you're not just recruits, you're slayers. 啊。这是你的枕边人，接不接受？当你老婆好不好？哦，有点大声呢。所以说，刚刚另外一个断线呢，我们四人组队那个断线呢，他从上面掉下去断线的，这样子没救了。好，然后我也跟他一起掉下去了。为什么变成是我？然后还摔不死欸，这么猛哦！我以为是我跟他一起掉下去啊。啊，原来是等价交换啊。给老头枕边人。水手掌。暴风雨不光毁了船身，耗光了所有电力。哎、欸、啊！你字幕跳那么快，我是看什么啊？好哦。哦。覆猎狩猎附近的唔知虾米小，空白键是翻滚。这游戏没有跳、哦。我操！你看我现在这个动作看起来有点像牙术，有没有？阿萨基开始攻击巨兽，巨兽哪里啊？呜呦呦呦呦！这是什么巨兽？你看他居然两个大门牙、欸，哎，海獭，这是海獭吗？Tap 可以看技能连招，
右键是重击，没有自动锁定。哦，特别行动，哦，有 Q 啊，哦，哇，特殊行动，剑气上升啊！断尾，断尾，魔物猎人，断尾了，断尾了，我要断你的头，可以吗？断头啦！我一样类似像是把它击倒之类的，哦，又可以放技能了。阿萨基，这血怎么可以厚成这样子啊？有啦，它有显示部位破坏，但是英文的，它好像是晕了，是不是？啊！哦，嘿嘿嘿，等级提升了，结束了。去被我抽死了！怎么了？灵魂出窍？然后我的特殊能力有没有？魔物看到我的时候都会胆怯，因为长得太丑了。发射信号弹。哦。然后呢，飞机就会过来了，飞船就会过来了，我们就能重新补灵、充灵材料。哦，这些 能量是靠这些魔物狩猎而来的，吸他们的精。序章，这是电脑还是手机？这是电脑游戏，这是电脑诶。永远不要低头。哦，其他玩家出现了、欸，他们看到我会不会吓死啊 ？Hello， 有看过人妖吗？你看他吓傻了，站着不动，有没有 ？Oh my god， 这是啥？啊，乌龟啊，赶快跑这样子、欸，这是造型吗？幻化哦。原来是个幻化、啊，新兵之剑。哎呦，送了一把剑给我，新兵的斧头。目前就这几种玩法，有双刀啊、猎斧、炮锤。我们来试试看双刀好了。逃跑，飞船剩余的燃料什么意思啊？半小时啊，半小时之内你没有把他击杀啊，就宣告任务失败。哇塞 ！X， 哎、欸，他每一个武器啊的一些攻击招式都不尽相同、欸，哎，像我刚刚拿剑是翻滚。他这个是直接冲刺哎、欸，我上一只是不是？选择信号弹，信号在哪里？哦，我已经放了是不是？呼朋与伴，让大家知道魔物在这里。他累了。等一下，重点是他这个的。技能怎么施展？哇塞，可以这样攻远距离哦！
这么帅啊！哦 ，V 是开护盾哦。哦。我可以中途换别的武器吗？我觉得我要被打了。不行，中途换一下吗 ？Tab 可以了解一下连击。你说这个吗？我按 Tab， 他不鸟我啊。这里不能看吧？可是如果你要我了解，必须是中文啊！而且你看左上角那个四颗珠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要怎么启动？哦，按 Q 啊，按 Q 键哦。这只是一个闪避用的东西啊，然后一样会累计这样子，累计啊，哦。这招到底是攻击还是闪啊？怎么感觉好像是要往前攻击这样子？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闪避能量。好，哎，我以为他要跑了说。哦，死给！我觉得我要死了。哦，有补血可以按，是顺补的那一种哎、欸。右键攻击实在太慢了。但是右键攻击真的挺高的。攻击越来越频繁了。勾住的时候按 Q。靠近他按 Q 可以弹射哦，攻击到一半按下 Q 键啊，他好像会放一个很像炸弹的东西，然后自己再跳起来。你看哦，哎，阿奈无啊，你搞阿骗？我可以断他尾吗？哦，死了。结束，随便打 S 加，嗯，我们做这个好了。互动收集和采集，我们直接上了好不好？疾跑，疾跑，应该是 Shift 疾跑吧？怎么疾跑，疾跑？跑什么东西？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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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呦！哦！哦！打下去！哎呦，我的右键居然是，我的右键是开枪！哦，子弹用完了。哦，挺帅的嘛。嘟嘟 ，Go！ 护住！呜呼！
打他都不痒的、欸。那怎么？你们头晕呐、啊？哎、欸，那这样我子弹就用完了、哦。啊，最后一个尾刀打下去可以填装，然、啊、后全身复兵了，肝硬化。然、啊、后我右键也可以装填了、哦，死给、欸，不是右键啊 ，Q 键可以装填。哇！那他现在全部身上都附了冰，打他是无效的呢。知道怎么解啊？打他的头，貌似只能靠他的头了。灭地！哈哈哈哈哈！No！ 啊，我觉得应该在我清完这群小怪之前，他是不会攻击我的。装装装 ，Yeah！ 飞起来！怎么一直来啊？打不完啊！哦，可以打头哦，早说嘛！打三下加右键可以大跳。大跳，怎么没有大跳、啊？说好的大跳呢？一、二，被撞飞了。一、二，一直断我，我没有办法好好试招。三、四，来呢？哦，帅啊！想说拿玩这个看看，说，哎、欸，可以做这个，材料够做这个、欸，哎。我们换这把武器玩看看。看什么东西？哦哦哦！动作太慢了吧？我是说我啦，大家都不能贪刀。然后左边那一条有一个充能线是什么？充满了会怎样吗？我的普攻会不会增加？靠！我一直被打。普攻不会增加那个左边的那个条，我们要靠这个攻击才会增加。啊，满了之后到底会怎样？好好奇哦。因为没地图，多人有多人死，有人发现怪讯号弹可以发哦，所以说单人的时候就真的只是给你立马就遇到魔物了，不会让你探索。如果多人的话，就会有探索这样子。兽也是，是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
哦，这可以干嘛？这可以让我回能量哦，免费的。哎，蓄力斩！哎，没打到。原来它有蓄力效果，什么？那如果我用蓄力斩的话，我左上角那一条值会增加吗？哎呦！而且右键可以移动，软掉。大哥啊，给点面子好不好？我打到了，哎有哎有增加哎。快满了，快满了，满了满了，怎么用？怎么用？真的要蓄力到可以攻击，不是那么容易的啊。哦，第一阶段。斧头丢过去，按左键会跳起来一个重劈，死给，这么帅啊！哦，哎呀，被打飞还蛮好笑的嘛。再一次，哎，阿大伯，这个感觉就像是斩吉斧的那种感觉，要断尾了、哦，有斩吉斧的感觉。Q 按两下就可以把它拉回来了，根本不需要左键。没有体力了，打死了。玩得不出所以然 ，Q 完再接 Q， 闪电攻击，好啦，学看看好了，好吧，不要因为这样子就没有了士气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中年大叔安安，他在哪里啊？我靠 ，Hello， 原来是你啊！一二三四，按住 V， 我按住 V 啦。我，这个是我要穿耐震珠啦，我还要穿风压。唔汤唔汤。完全不知道他的招式的情况之下，就只能挨招挨招式了。左边这个剂量条打满能干嘛、啊？哦，多了一个像导弹的符号跑出来，哎，我要怎么使用它、啊？按 Q，
哦，啊，冲他脚，哎、欸欸欸、，What's happening？哦，这可以干嘛？破甲吗？伤害没有很高啊，直线性的。哎，哇，882啊，死给！他破甲了。哦吼吼吼！让我射一下嘛，那么小气，870，好弱的感觉哦。按快捷键一复活自己，哎、欸，我、哦、有站起来了，好 ，Hello， Spa， 救我，丢炸弹，哦哟，全部送你啊。我可以跳起来攻击哦。他没有跳起来招式。是麻痹的意思吗？麻了。暗 V 是显示魔物的位置。不是吧？我按 B 是启动我的能力呢，又不是魔物猎人。嘿嘿嘿！哎呦喂，要修。哦，好爽啊！摊刀摊到底，插死你！按住 V 是魔物的位置哦，然后按住轻轻按 V 是增加护盾。你们的意思是这样意思吗？无限复活之术，干打赢了！你打超久了、啊，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他根本不会显示哎、欸，你害我找好久，为什么你不会显示呢？你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？他枪支只能升级啊！好像强化素材好像都差不多。好特别哦，他的这把枪的武器是靠零件在升级的，他跟一般的那个制作装备方式获得的方式不同哎、欸，枪的伤害会比较低哦，没关系啊，试试看怎么玩。右键，嗯，这上下。啊 ？Q 是什么东西啊？Q 是放 buff 吗？
话说魔物好久没更新了，有吧？最近更新了力战王灭尽龙啊，你不知道吗？灭尽王力战王灭尽龙不是更新了，哪有很久没更新？加攻击力哦。Hello， 问个路哈。什么东西？庄田。哇！啊！哎呦喂呀，要求比较近攻击比较高哎、欸，越远伤害越低啊，所以就看怎么取舍啊。Oh my god， 干好痛哦！这种猫头鹰，猫头鹰熊，呜呜，捡东西，不好意思。哈哈哈！要死了！别！五个血！我干你哪嘿 ！Oh my god！ 打不到他、啊。哦哦哦！怎么了？生气了？速度变快了。他生气气啦，他勃起啦，连续冲刺好慢，哈哈哈！哎呦呀，阿塞，哎，嘎，林老师的那个断层，两下，狂暴之后就两下了啦。好、哦，气消了是不是？来送你。哇，新招式用屁股攻击。怎么吸？吸了。哦，有吸到就是不一样。哦，你想吸金啊？吸！刚刚有没有吸成功？干他无！吸你的精气！有啦，伤害稍微有出来了一点。这个吸我可以。哦干哦干，你到底哪时候要死掉啊？他的屁股是弱点是不是？打他会黄黄的呢？Oh my god！ 哦，干，这手枪超无聊的。